这对弹簧胶总共重量是7公斤，开始穿上就是感觉很重，在翻跟头的过程中还是很困难的。弹簧胶在中国甚至全世界只有我们这一个团队在表演。2019年，我们在国际杂技大赛获得了创新奖。是吧？对，它地是有弹性的，所以说站着肯定会倒的。这样好吧，我们先掌声欢迎你们的李团长啊！好，欢迎团长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李团长，我特别想了解一下，他们脚下踩的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叫弹跳跷。弹跳跷是跟高跷有一些异曲同工的地方吗？有点相似，但是还和它不一样。我们是从网络上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，然后我们就拿过来想看能不能创造一些新的这个技巧在里边。这个东西原先就是一个极限运动，但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我们这个技巧啊，把这个弹跳跷啊，把舞蹈融合到一起，搞一个新的新创的一个节目。啊，我表演过高跷，我知道那个特别难。这样好不好，老师？那个能让我们体验一下没有？看孩子们晃来晃去，我想吐了，你知道吧？晕船，我能感受一下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吧，我们换一双鞋，看你到底晃得有多厉害。别扯我裤子，同志们辛苦了。这个我说实话，在上面的感觉好难控制，因为它前后走，如果你往前，哇，好下也很高。我知道有一个特别厉害的，就是有人拿一个圈，然后就是有同学可以从那边跳过去，是吗？我们展示那个好不好？那个叫什么名字？跳圈，跳圈，可不可以让我们老师拿着那个圈同学跳过去？可以，真真，拿圈而已嘛。对，只能拿圈了，拿圈。老师，我要干嘛？就拿着吗？不动是不是？好。然后呢，老师？跳圈挑战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是否能够完成空翻跳圈。好吓人啊！我是闭着眼睛的。天哪，太吓人了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
OK，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绝活要给我们展示？有一个过高的，过高的，哎，这个女生问一下你多高？我身高1.63米。她的净高是1.63米，下面有50公分，大概是213厘米，2.3米加上手部上的距离，应该在2.5米左右。我们接下来看看同学们是否能够挑战空翻，越过2.5米的横杆，加油了！李团长，现在还可以再高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再高一些。再高一些，有请我们两位非常漂亮的女同学，把手伸直，加油，安全第一啊，加油！来，我们一起来期待她挑战成功，加油！谢谢，好棒啊！刚才几位同学给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绝技啊，接下来还要给我们再次展示的是转动圈。跟大家说一下，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是三个同学将一起来钻过我们的三个圈，来加油！开始。谢谢，太精彩了，非常勇敢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他们的打分时刻。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超难的表演，虽然里面有一点点的舞蹈，但从舞蹈角度来打分的话，我给的分数是各位数是零，十位数是90分。杂技艺术能够尽全力融入一些时尚的舞蹈元素，在这一点我觉得我还是看到了你们的努力，是特别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。更何况你们这里头技术含量太高了，我看着我精心肉跳的，所以我给你们的分数，各位数是零，十位数是90分。作为一个舞蹈节目来打分的话并不是很讨好，但是很遗憾，这是一个舞蹈的节目，棋艺够了，舞还弱一点，所以我给你们的分是各位数是零，十位数是90分。谢谢，真的是艺高人胆大，你们翻过去的时候我都不敢看。那我觉得这个技巧难度的确是非常高，大家要如何在音乐上面还能够踩在同一个点上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们之后要再去努力的地方。我的分数是各位数是零，十位数是90分。四个90分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out 特区，来看看他们会 out 掉哪一位评审老师呢？黄豆豆老师，为什么来跟老师说一下？因为大家当时都在犹豫不知道按什么，然后那个音乐点上快过了，所以说我就非常也不知道，就快过了。没关系，告诉大家他们拿到的270分的成绩，有些遗憾，离我们的威武冠军班还是有些距离。但是要谢谢几位同学今天的精彩表现，再次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他们。